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世界，我是阿婉，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是我的百兽卡。现在台湾目前最新的是进化篇 GAK 的百兽大战，然后是日本版的，等下来跟大家做个介绍。我们先来介绍台湾版的，这是台湾目前的第一代王者赛雷欧，也是王者雷欧啊的救济卡，然后是玉坠落，这两张是跟别人换来的。然后这个是国外目前最新的第四代恶魔猛虎，目前救济卡就是这样。然后这是目前的银卡，我还没有抽到金卡。然后铜卡有很多重复的。这都是重复的，然后超能卡我就一张铜卡，然后都普卡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所以我们就快速的带过去喽。然后再来就是旧版的百兽大战，一样可以刷。然后我的那个皇帝威卡斯卖掉了。这些超能卡都可以刷，好，后面是偶像，所以我们这次是介绍百兽大战，所以我现在就先没有介绍。那我来介绍日本版的，日本版的 ID 卡是叫 IC，然后台湾是叫 ID。这个我有没有讲过，有点忘记。然后这一样也是日本版第四代的恶魔猛虎，然后刚刚那个是国外版的第四代的恶魔猛虎。日本版的话就是我自己抽到的。感觉这个英文版的百兽大战好像比较难抽，就是台湾版的啊，那个顺序，日本版的感觉蛮好抽的，但是我去年去的时候，目前也是只有抽中一张金卡而已，就那一张横版的那个交通工具的那个卡片。就看自己的运气吧。然后两只狗狗，同卡，法斗吧，斗牛犬啊。我把它讲成那个贴图 然后这张金卡，就是上次在日本抽到的。这张也是上一次在日本抽到的，就感觉日本的卡片会比较好抽，但是一样还是会抽到重复的同卡啦。然后我超能卡都很烂，都只有铜卡，而且两张虫子。然后这是日本版的木，这已经很久了，去年的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拿出来一下，我拿很多张，两张吧，他
们的目录超小的，携带方便，要跟日本学学，他们做的东西都非常的精致，超级迷你的。就是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是 B1 弹，就是目前现在不知道已经 B 几弹了，而且搞不好又已经换一轮了。我确实这个时候是这个目前是最新的，然后就刚好被我抽到了，所以我还蛮幸运的。然后那个时候还一直蛮想抽到这个救急卡狼。他们那一站就四张旧题卡，新卡就一张，硬卡两张，所以还蛮难抽的。但是还蛮幸运抽到这张最新的。今天的百兽大战就先介绍到这边，那之后有再更新的卡片来跟大家介绍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